拿出来放到放到这里，把水壶也拿出来。嗯，放的先放这里。好，包包要放哪里？书包要放哪里？田迪，书包呢要放哪里？哦，拉起来。对。你的号码是几号？29号。29号哦。放好一点啦，反过来放啦，放漂亮一点啦。轻轻的放哦，知道吗？放好一点。要放好一点，弟弟，你看要这样子放，放平的，知道吗？好，这个要放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拿餐袋，还有你的，还有你的联络簿啊，弟弟，你的联络簿和水壶。我把我的餐袋拿去里面了。好，你做哪个联络簿？哎，好，我们去教室哦。这是你的学校，这又不是你学校，不是，是你爸爸和阿妈的也在这里上学哦。还有你，是我的学校。好，那你这是做香蕉桌，这是香蕉桌。好，把东西先放这里，把联络簿跟水壶放在桌子上先。好，你的餐袋要放哪里？餐袋也要放起来。那个，我就我。你的餐袋呢？要放哪里呢？89号。89号，让他自己找。89号。29号。这就是29号。哇，哥哥好棒哦，都教你呢哈。等一下跟哥哥一起玩拼图，好不好？有我们最早的。好，还有你的联络簿要放哪里呢？你的联络簿，请哥哥教你一下。杨迪，你的联络簿。耶，放反了，杨迪，要放反了，放把封面放上面。等一下就会来了。对，老师就会来了哈。好，你的水壶是放哪里的，宝宝？水壶是放哪里的呢？水壶的位置找一下，你也有你的杯子哦。嗯，真棒。你是做什么桌呀？你做什么桌的？我是做，你是西瓜桌啊？老师长，好了，都完成了哈。